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神奇的东西，就是我手里的这个凿子，可别小看了它，它能挖掉很小很小的方块，小到肉眼几乎难以发现。众所周知 ，MC 的大方块是由多个小方块组成的。我这么轻轻一敲，哎，可以看到一个小方块被我敲下来了。我甚至可以把整个甘草块里面挖空。俗话说得好，慢工出细活，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。也可以在草方块上凿小洞，基本上所有方块都可以凿。怎么样，各位脑海中是不是已经浮现出各种玩法了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里。可能这时候会有观众问了，就这，哎。先别急啊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没错，就是这套蚁人装备。我们来一手缩小，然后进入方块内部。蚁人的面罩也是可以打开的。还是合上吧。OK， 现在可以缩小了。蚁人搭配上这个枣子，那简直就是绝配啊，兄弟们！我甚至还没有兔子大。很多小伙伴啊，都想在树洞上拥有一个温馨的家。看各种剑道大佬造的树洞，那简直不要太羡慕。裤子，我今天就帮你们实现这个愿望，只需要找棵树，然后把里面全部挖空就可以了。先挖一道门出来，之后再把内部镂空。其实枣子还可以切换更大的方块，这样挖起来就快多了。这样一来就可以住里面了，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简陋，但是呢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那我们再来一个豪华版的钻石块，这下总不能说简陋了吧？全钻石打造的安全小屋，住在这里面，那直接升级为人上人。再加上钻石坚硬的外表，抵挡怪物应该不成问题。来试试里面会不会被怪物打到？啊，这。住在钻石块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说实话还是挺简陋的，要是能加些小物件装饰一下就更好了，而且床也没法放进来，总体来说一般般吧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个凿子大多数是建筑党用来雕刻方块纹理的，我这是另辟蹊径，搞了一个新玩法，就如上几期介绍的缩小后玩躲猫猫，用的就是这个凿子，可以躲进方块里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吧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里再插播一条消息 ，OK 了，兄弟们，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！我宣布个事儿，我合成老阿阳连1000分都没过，你们要有谁能过的，赶紧去试试，太难了，我连阿阳的头都没看到过。